那里有一个药局。这里是高雄的六合夜市，现在还很早哎，五点多就已经开了。我要先去买药。哦，我看到那个还有买的那个药了，那里有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大姐让我给她买的这个胃药，给她拿了五个。啊，她应该只要一个就够了，我带几个回去送人。反正现在，也没什么事。然后我昨天看上这里有一家卖羊肉的了，我去吃看看有没有很好吃。昨天来的时候比较晚，好多人，我就懒得排队，点了一个小羊排汤，当归羊排汤，还挺好喝。炒了一个葱爆羊肉配米饭，这样够我一个人吃了。这样子是台币215，就他们这边所有的摊位卖的东西都是这样很小一份的，然后呢就是足够一个人吃。